可惜既往矣，所有的辉煌都已经掩埋在了过去的时空轨迹之中，现如今他们也要面对属于自己的命运了。不知是谁一声怒吼，铺天盖地的剑士当空砸下，覆盖到几乎能够顷刻之间摧毁一切的剑士之墙。当头压下的一瞬间，徐阳毫不犹豫地下达防御的命令。璀璨的光明法则，每一道金色光线似乎都成为能够化解这些强攻劲弩的锐利武器。在徐阳精神的引导之下，化作成千上万道金色剑芒，如同反射回来的弓弩箭矢一般疯狂扫视着那几百尺高城墙上的弓弩手。越来越多穿着盔甲的弓箭兵将纷纷被徐阳降临的光明之剑瞬间洞穿了身体。在徐阳光明之力实质化的力量面前，不管你穿着多厚的铠甲，都没有任何抵御的价值可言。超过五成左右的箭矢遗漏在徐阳力量的覆盖范围当中，渗透进下方几十万妖兽大军的阵营里，不断有实力相较较弱的妖兽战士被箭矢完全洞穿。譬如箭矢在箭头的位置绑定的毒属性的元素力，那么一旦射中目标后，便会在中间的妖兽体内弥散出无比强大的毒属性腐蚀效果，因此这些妖兽战士们哪怕是脚上中箭，都会产生弥漫性全身的影响，大大的提升这些强弓弩本身不具备的战场威力。好在徐阳麾下的妖兽军团实力远不是之前能够相比，现在他们得到了徐阳战场经验的灌输，都能第一时间做出最完美的应对，并且以十分严整有序的规模横向推进。这样一来，大大的拉长了对方弓箭设计的范围需求，最大程度的通过战阵的形态提高了战士们对这些远程弓弩打击手段的防御性。果不其然，变阵之后，城墙之上十几波弓弩射击杀伤力一下子便被降低了之前五分之一左右的程度，而诸如龙坤和妖兽齐天那几个典型的好战分子早已经按耐不住心中的杀戮欲望，纷纷踏上那些飞行妖兽，第一时间朝着几百尺高的北皇城城墙顶端冲了上去。嘿嘿嘿，我倒要看看你们这些披着精装铠甲的昆仑战士究竟有多么强大的力量。徐阳看到龙坤此刻将整个团队的战斗气提高到了最顶峰的状态，也是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让他做先锋军，往往可以激发出那些先锋战士们敢打必胜的心态，这对于一支队伍来说可是至关重要的。士气往往能够带给一支队伍整体战斗力的大幅度提升。此时的徐阳作为整个军团主战场的唯一统帅，他要做的可不是像龙坤那样第一时间冲锋陷阵，而是仔仔细细地观察昆仑军团方面哪些后续更为强大的反击手段，并且提前做出预判，并在第一时间做出最完美的应对措施。果不其然，作为底蕴雄厚的昆仑神朝曾经的救护部，这30万昆仑军团当中怎么可能没有实力强大的修士队伍呢？就在徐阳做出这方面思考的时候，在那几百尺之高的城墙背后，一大批身形打扮各异强大的散修们不断出现，他们驾驭着各种光芒璀璨的上古灵宝，从各个方向御空而来，朝着下方几十万妖兽大军们不断打出各种各样强大的攻法力量。而这些人的出现才算是徐阳发挥出自己无与伦比作用的真正目标。几十万年前的昆仑神朝的修炼底蕴，我倒还真想看一看你们这些老家伙能够彰显出怎样的实力。徐阳生生阻断了这些人何其狂暴的第一波火力进攻，仅仅是这几千名昆仑神朝当中散修第一波进攻完毕，下方便陨落了将近一万多的妖兽战士，可见这一批人的战斗力究竟有多么强大。不过他们这样的举动也提前惹怒了掌控一切的徐阳。徐阳掌心之中涂天神剑再一次出现，左手涂天，右手玉骨，两大神剑交错纵横，徐阳一人之力傲立虚空之巅，不断的演化最完整的永恒剑道。成百上千道璀璨的剑芒在徐阳一个人精神力的引导之下，同时攻击向对方数以百计的顶尖修士，每一道剑芒挥出势必都要带走一名强大的昆仑修士的性命。我的天哪，这个人族难道就是这些妖兽军团的最强领袖吗？果然不愧是盖世天骄，
彰显出来的剑道修为真的令人惊叹呐、啊！其中一个颇有地位的散修忍不住连连开口赞叹：“哼，你们不要摆出这种倚老卖老的姿态，本尊和你们是一个年代的人物，我也是来自几十万年前那个纪元，只是要比你们更早一些，因为在我离开主大陆的时候，所谓的至高神意志还没有完全苏醒，否则的话，我又怎么会任凭如今的大陆发展到这样的纪元？”